长高了哎，怎么说长那么高？是讲的，这个是十公分的吗？这应该不止，不止十公分哦。他刚刚明明就到这里而已，刚刚明明就到这里，他突然就变成这样。是这样，再怎么样看下二楼，也不过就这样如此而已。不要这样，你是不是同事啊你？不止五公分啊，这绝对十几啊！哦，他们每个人，每个人都变高，变超高了。嘉贞姐，你的鞋，很漂亮，恨天高哦。这不叫恨天高啦，这叫长靴。长靴。不然你觉得恨天高？190的身高。哎，没有啦，你的比较低一点啦。如果没有穿恨天高，会变这样哎。本来这样变这样。中度老公来又懒惰，薄荷不可以吃太多，对不对？会怎样？你这天天阿姨讲好不好？你要听我讲较准啊！你起码麦克风行起来，我讲很准。好，东哥，东哥，他说吃薄荷会养胃吗？我跟你讲，什么东西用在什么地方，它就会变成怎样，但是不要过度就好。我都不敢吃，还在。给你吃是浪费，你有对象吗？请问一下，啊，有没有对象？你老实跟姐讲，你有没有？没有，你脸干嘛那么红？太害羞啦，没关系啦。没有固定对象。有没有听到？没有固定对象。哎，我挖出来了，你们敢喊嗨啦？妹妹，这个这个这这样十次就好了。可以一直给我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林哥，你讲的是说，宇轩你要点爱加班呢。哎呦，烦死了！李冰雄，我已经挖干挖足久的啊。安尼哦。他们就刚刚好弄讲东瓜挺挑的呀。发生什么事说？小姐，我说我东哥很累了。对呀，他说他每天都通宵了。每天通宵？莫非现在还在梦里吗？究竟一下滑手机通宵，你是不好意思。MVP 耶，因为我是 KTV。哦，这是不用出脚了，这是不用出脚，这次不用出脚了。幸运啊，刚好那些歌都会。我也很幸运啊，知道吗？知道他会每个。会的，我没有上去猜。啊，我上去猜的那一题，我早讲了。你讲最灵性跟什么？秀吉。秀吉呐，啊，哪一题？我都无轮流我啊。啊，心碎我拢我也唱来，这三条，两个拢无轮流我。你答对了几题？零。零。答对几题？三题。我猛。阿超人。阿东。我不想什么呢？七八九十题，没有那么多啦。两天几题？一样都没有。扛把子。我哥前座都很像。就是小。对啊，是谁出的啦？我打我。稍微啦。哦，我来就帮啦。那个怕。哦，先第一个炮，先拿电话棒来电。王哥，超强！哇塞，真的是这关五告七 Q。今天的 MVP 是这只手。对啊，为什么？这只手大，我感到这只手，我球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出卡球的我拢赢了。哦，亚军姐今天出乎我预料。阿乐哥，阿乐哥，阿乐哥，有不容易，有不容易。亚军姐的拍麻将，两边拢叫我的名，加起来多。这种听牌的反应绝对不会输的啦。哎，在，输哎，一弄输哎。一抽了嘞。我抽了。哦，阿乐。你有吗？你有吃到吗？有啊，还好，量没有很多。还好嘛，还可以。再挤多一点，真的是啊，三十公哦。真的是生鱼片，那是最好。我们再来玩一场，要挤多一点，跟你赌了。对，马卡龙酱嘞，快到快快，是要冷烧的吗？确定跟老板烧饼了吗？我的胃口从来没有，我的连闻都有味道嘞。是哦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再来个生鱼片会更好吃。今天东哥有知道吗？知道，真的有知道吗？节目非常的精彩，说这个知道，我当然知道啊。珍珍姐，你知道你的是欧康威，然后不一样的。哦，你刚刚都大了没有？超辣的。
假的来煮鸡。我都闻到味道了。嘴巴都绿色的。你看我干嘛？又不是我家的。我哪里呀？大娘吃冰淇淋。金刚，你有知道吗？哇，大朋友还无，爱到不油了。有，他不是说后面两颗没有了吗？没没。那我不要弄，哎，真假的？嘿，哎呀，我爱把猪食一把，哎呦，不要啊，啊，不要。哎呀，无钱嘞，贵呀，我哩也平。无钱，哎，你唔同啊，同一招。注意听。今天你最漂亮了。真的哈、哦，我就会记在心上的，没有关系，大家开心就好了。龙年行大运。东哥爱你吗？他不敢不爱吧。啊，阿刘，刘，漂亮的涛哥，我画画没有 MVP 啊。被人把你的脸画成 MVP 了。没关系 ，MVP， 谢谢。嗨。哎、欸，季雅丽就素颜哎，谢谢。外公难得有这个机会，对不对？平常时都画那么正经，看一下，非常漂亮。他们有没有迷到啊？美丽的印记。对呀，你最漂亮了嘞。哎、欸，嘉贞姐，你怎么没有画？哎、欸，我不是啊，我就说我是红队的啊。对啊，你这个穿白色的啊？哪有，是红的，我们是银的。